男刀属南派系列项目中的短器械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，男刀是根据武术套路、运动不同发展的需要，于2011年12月创变的竞赛规定套路。全套动作63式，动作采编主要来源于传统南派短器械和相关同类器械的经典动作，如八斩刀、大砍刀、苗刀、双手剑等。该套路结构合理，布局饱满，方法多样，衔接流畅，充分体现了男刀项目的风格特点，达到了竞赛的总体要求。动作运动的基本特征和方法是：器械短小灵活，活动范围较小，刀法贴身运行，动作变化多端，技法转换迅捷，单双握法攻防，反手握法自如，刀身利用点多，撩砍劈扎犀利，其动作整体表现为刀法密集，进退自如，进出力达，短促刚硬，刀嘴伸动，贴身护体，手搓刀劈，配合协调，动则迅猛，静则蓄势，发声呼喝，以气催力，助威助势。武术界的各位教练员、运动员们，大家好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男刀项目由我为大家作为介绍，我们将从动作规格、技术要点、攻防技法、演练的风格特点以及相关的基本技术训练方法，全面并有所侧重的为大家做一个课堂介绍，希望各位教练员、运动员们与我们一起共同学习、共同进步。
下面为大家讲解第一段动作内容中的动作重点及难点。转身半马步扎刀，请运动员演示。转身半马步扎刀，右腕花刀立圆贴身，转身右腕花刀捻步，配合协调，扎刀与半马步完整一致，力达刀尖。上步旋风脚450度接单叠步，请运动员演示。上步旋风脚450度接单叠步，右脚左脚相继向前上步，右腿蹬地向上向左后快速旋转450度，旋风脚击拍响亮，击拍脚过肩，落地单叠步一次成型。跳单拍脚插步反扎刀，请运动员演示。跳单拍脚插步反扎刀，左腿提起后右脚向前跳起弹踢，左掌击拍右脚面，用力短促快捷，插步与反扎刀协调一致，一气呵成。下面为大家讲解第一段动作内容中的重点动作攻防技法。截刀，截刀属防守性技法，当对方使用相关技法进攻时，可持刀下截，截击防御。抹刀，抹刀动作发力时，腰要随之拧转，抹击力度要足。抹刀，抹刀属攻击性技法，双方对峙时可反把握刀，以进或退抹刀进行横抹攻击。
下面为大家讲解第一段动作内容中动作质量标准及扣分点。麒麟步，两腿微屈，左脚向右脚前方盖步，随即右脚向左脚前方盖步。弓步，弓步前腿屈蹲腿接近水平，膝部与前脚尖接近垂直，前脚尖微内扣，后腿不得弯曲，后脚掌全脚掌着地，后脚跟不得离地。马步，马步两腿屈蹲腿略高于水平，两腿膝关节外展用力不得内扣，两脚脚尖内扣不得外展，马步沉气十腹。下面为大家讲解第一段动作内容中的难度动作扣分点。转身半马步扎刀，转身右腕花刀，捻步配合协调，一气呵成。右腕花刀贴身力圆，腕关节松活，扎刀与半马步完整一致，力达刀尖。上步旋风脚450度，蹬地起跳后，空中立身向左后快速转动450度，旋风脚击拍响亮，击拍脚高于肩。单叠步按刀，落地稳健，单叠步与按刀完整一致，力达刀身。跳单拍脚，插步反扎刀，左腿提起后，右脚迅速蹬地跳起，向前弹踢，左掌快速击拍右脚面，用力短促，快捷腾空弹踢击拍插步与反扎刀连贯流畅，一气呵成，力达刀尖。盖步截刀，上步灵巧，腰胯松活，截刀时臂内旋，腕用力向下挤压，盖步与截刀协调一致，力达刀刃。退步左右抹刀，左右平抹刀，以腰带臂，以臂带刀，快速灵活，转换流畅，退步与平抹刀协调一致，力达刀刃前段。麒麟步弓步推刀，麒麟步腰胯松活，连接流畅快速，一气呵成，弓步拧腰转胯蹬腿与平推刀完整一致，发声浑厚响亮。马步按刀，按刀时两腕用力向下压，马步与按刀完整一致，力达刀身。下面为大家介绍在男刀项目的演练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，大家需要做到动作规范，方法正确，技力充足，用力顺达，力点准确，手眼身法步及刀法配合协调，节奏分明，风格突出。大家需要熟练掌握男刀项目的基本技法、组合、分段及套路，做到男刀项目属性的攻防技法清晰准确，套路的风格特点突出。
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男刀项目第一段动作内容讲解完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